Action！你好，这边是外送，请问有人第一顶小红帽吗？有人第一顶小红帽吗？小红帽在这里，好，好。小红帽，你在做什么？小红帽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是小红帽，我是花。啊，认错人了，拜拜。采花贼，你在做什么？采花贼。小红帽，你在做什么？我生病了，我要采花当食物给他。采花当食物，漂亮。带什么？带食物啊。啊，带食物给他啊。啊，那个。那边文化包有很多花，你要不要去采？好，拜拜。那我要当老阿嬷了，是不是？这一段不会有人想看。赶快进来吧。人没关系。姐姐，你是当猎人的。阿婆，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大呢？因为我是阿嬷啊。要这样才能看见你啊。那为什么你的嘴巴那么大呢？嘴巴大，因为我是，因为嘴巴大。那你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大呢？因为我是顺风耳啊，才能听清楚你的声音呢。那为什么你嘴巴那么大呢？因为这样才可以一口吃掉你啊。我们有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快，走吧，把你拉出来，快！我出来了。哇，这次的这个狡猾的大野狼，我把肚子撑死，好吧，撑。来，要背这个看镜头。听说猎人要接到飞弹才叫猎人。我可以再一次。哎呀，小心了！好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3, 2, 1 ，Action！Thank you.
没有敲门。我不用这个，谁敲门呐、啊？哎呀，是谁啊？爸，快点啦，认真点。请问是谁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走，我们去买东西吃的，好，快点。好吗？走，没有走路的。办什么？帽子戴着，换在学校来的。啊？你都可以啊。好，妈妈去等。碎片姐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